来，我跟你一起突破这个恐惧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咱俩这么溜达啊，咱们这么溜达，走到你说你觉得说要停的时候你就停，好不好？差不多了，这里现在这就差不多了。对对，因为太近，还是那个恐惧感还是会有点强。但是它很神奇，它只站在那。我五 G 就看它飞过两次。它飞往哪儿飞啊？那它就是想往哪飞往哪飞。我现在不会飞了，现在不会飞了。我说了五 G 就看了两次。我的好大劲儿，黄老师，它真的是不敢接。它好大劲儿，我真的怕。